牙，我是你们的 party 女友。好，那我们在球赛开始之前呢，要来跟大家做我们阴阳舞的教学。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阴人君应该要有的手势吧？我们用右手比出一个三，把你的手指头并起来，然后放到你的左胸前，就是我们阴人君的标准阴人手势。那在等一下我们的阴人曲中呢，也会一直用到这个手势。一开始我们会喊抬杠练音，我们就抬杠练音，抬杠练音，抬杠练音，上下摆动就好。接下来呢会喊 all in， all in 的时候呢，帮我往前打 all i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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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会喊总共六次，最后 let's go 练音，再拿出我们的招牌手势，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阴人君阴人曲了。那大家这样都会了吗？都会了吗？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跟着音乐来一次，可以吗？拍手，拍拍拍拍拍，准备哦！弹钢练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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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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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节奏练音。哇，大家都很棒，大家都会了吗？我觉得大家好像反应不是很热烈，那我们换一边好了，我跟你换个位置，我来监督一下我们这边的观众。那我们再音乐一次，抬手，抬抬抬抬抬，准备来喽！抬杠练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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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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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节奏练音。哇，大家真的都很棒，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呢，在球赛中间也会一直播放这首应援曲，为我们的应援军加油！再麻烦大家拿出我们最大的气势，帮我们的球员加油，可以吗？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 Wings Girls 带来相当精彩的音乐。